爱着，过着某一天的真爱时刻，很想问到底为什么爱情要去遵守什么规则，总是遇到所谓的阴晴者，陷入了面包爱情的抉择。30岁其实没什么，别再勉强自己去迎合。 Love myself， 积极心态才是幸福秘籍。 Care about， 给自己多点时间爱自己。陈述无需歇斯底里，小姐小姐登场手写自信。 It's me， 惊天动地。还不这样说 ，perfect， 滚！哇，这动作好累啊，我快赢了啊！你的动作才不标准呢，不可能，滚！你看见吗？哎，猪，你赶紧接电话。周末不工作，哎，看你今天吵死了。你别忘了，姐们当年是舞娘，腻了我也不能输。喂，姑姑，说，你干嘛呢？咱们一起去逛街呗。不去，对，没空。好吧。那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。你别打了，就因为你打电话我都差点输了。那正好呀，你要不要出来跟我们一块玩？不是约会，还有两个我同学你都见过。玩什么？几点啊？2点。在哪啊？就在楼下购物中心。准时到啊。游戏输了可不要紧，生活可不能输哦。正好治治你的社恐老毛病。谁社恐？天天见客户，社交手段游刃有余，你才社恐。那你倒是去啊。他为什么要跟自己的侄子出去玩？怎么了？你怕爱上自己的侄子？不可能。那你倒是去啊！要赢了，哎，我赶回来了，赶去吧，去装扮去吧，哎，去回归校园去吧。哎我去！你没事吧？你走开，你赶紧。那我找衣服去了啊。90后都已经被叫老阿姨了吗？嘿，啊，迟到了你！你这是抱团来的是吧？今天啊，哎呦，衣服真好看啊！你同学呢？啊，哦，我同学啊，等你等太久了，他们都回家写作业去了。你这是诈骗！我还想出来给你长长脸呢。是挺长脸的啊！哎，咱去那边呗，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烤串。不去那边。啊？他在公司挺久了吧？怎么这么事儿啊？93年的老阿姨也能搞着呢，真麻烦。谢谢，姑姑，你看你是要这个鸡蛋仔呢，还是吃那个雪糕呀？我跟他们要一样的。好的。你好，那我要那个蓝色的，漂亮。姑姑，我记得那边有一个蹦床馆，咱们一会儿去那边玩吧，还可以减肥。我不去，我又不胖。是啊是啊。妈妈，我想吃冰淇淋。不好意思啊，是，娇娇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道歉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小妹妹，没关系的，小心点就好了。这孩子真可爱。冰激凌不能吃太凉了，吃了热乎的去啊。走。好了是吧？谢谢。走吧，蹦床去。刚刚不是说不去吗？你。嘿，怎么样？刚刚刺不刺激？姑，你怎么了？冰的喝太多，胃疼吧？我上个厕所。行，那我在这等你啊。子轩，你那里还有纸吗？有，给。谢谢，子轩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踩了一个阿姨一脚，我妈让我道歉。那阿姨明明很老了，还穿背带裤装嫩，我看她那眼神，就是希望我叫她姐姐。脸皮这么厚，但是我还是叫了她姐姐，把她给高兴的。她哪知道这只是我的雕虫小技。你都会说成语啦？当然了，
我都8岁了。子轩，你还在我隔壁吗？在。你们两个死定。子轩，快跑！你们这个才是雕虫小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姑，姑，你慢点，慢点。你们年轻人还玩这个，这不花钱买罪受吗？姑，你觉得贵是吧？那要不咱走啊？票都买完了，你要是害怕，就抓着姑姑的背带。啊？我抓你手行不？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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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烟，是不是要找线索呀？找线索。那我找这边吧。不过你也害怕是吧？没事啊。阿弥陀佛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别害怕，跟我走，哎，带你找地方躲起来，好吧？好，快来，快去，快走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来来，进去，进去。我咋了？哎，你是不是这儿的 NPC 啊？这是不是出去要找线索的呀？你给我点方向，给我提示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也不能说话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三姐，看见你了啊！啊！怎么都不要了？哎哎，姑姑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啊！这啥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有个小孩故意拿走了咱们线索，得赶紧找到他，要不然出不去。什么线索？密室的线索呀。你不是阿姨，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姐姐。妈妈，走走，你给我出来。啊，不是，姑姑，这不是密室逃脱，他根本就没有线索啊。那你不早说。不是，走，这边。赶紧走吧，货槽先走了。这有溜冰场的。是呀。哦，我知道，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夜店？很多人穿着旱冰鞋，然后牵着手排着队，在那动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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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假嗨。才不是呢！今夜最美的青春溜冰比赛的大奖是金马牌闪光专业轮滑鞋一双，报名还有15分钟截止，欢迎广大溜冰青年。挺好的，还送旱冰鞋。哎呀，哎呀。你咋？还疼？那直接上医院吧。不用，我吃个止痛片就行。你帮我买一下，快去快去快去。行，你等我，等我。快去快去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哎呀，1小时60块钱，太贵了吧？我就花5分钟多少钱？60。太黑了。你滑不滑？
37的鞋，赶紧的。好了啊。走了。不过快把药吃了。啊，不用，我休息了一会儿，好多了。那你出这么多汗的了吗？喝点热水，发发汗。啊。吃饭去。不过，想看开心麻花的话剧吗？去这里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原来你喜欢这种，抱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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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把身份证准备好，凭身份证入场。身份证？是怕我没到18吗？对不起，您这还不行。啊？我00年2月份都不让我进。我1月份的。对呀、啊，让我进去呗。为什么不让进啊？他们未成年吗？今天90后专场。哎呀，大哥，我就差1个月，你太不会做生意了，吧让我们进去吧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年龄歧视。你让我们进去吧，我们忘带身份证了。你可别跟我扯了，他们年龄不到，刚才就被我给拦下了。你这一看就超龄了。大哥，你什么眼神啊？我们都是一起的，看不出来吗？对啊，我们一个学校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你们学校。行，行，行。不好意思，警察同志，我一会儿回去好好教育他。行了，带孩子回去吧。哎呦，对不起，警察叔叔，以后别来这地方了。来，跟我回家，走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都散了吧。啊，走吧。实在是对不起周老师，我没办法，职业病。理解。就不用我通知你家长了吧？我就是他家长。你34。他24。行，领孩子回去吧。哎，不是孩子，他妈妈是我奶奶，我爷爷是你爸爸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天呀，咱俩差10岁呢。这有啥呀？我有个同学，他妈妈比他爸爸大整整20岁呢。那能一样？哎哎，看什么东西？我说，把我连秘密都告诉你，假名字写成你是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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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过你，没事。开始吧！呀呀呀！起来！哎哎，炸炸！